呢，我们一起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站起来，还是要坐着？好，坐着好了，我来跟着你们坐哈。你们把手哈伸出来。
如果你用的是水彩就 OK 哈 ，OK 啊。但是没有笔，不用手啊，就是用倒的，好不好？用倒的也是画画吗？是，好，我们要一起创作一幅画。倒了没？不用一下子就倒完喽。这边的老师。Bye.